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住口。谦谦儿，你们就坐底下起哄啊，是不是这个起哄比听书还快乐呢？是，不是好孩子啊。接演长篇单口相声张小乙下南京。哎呀，这个书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啊，我也不好意思给你们挖坑。哼，我们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啊？其实在相声跟说书之间，我更爱的是说书。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啊，开蒙先学的评书，评书比相声难一万倍。从小学说书，后来学相声，再后来唱戏，这就是我人生的三大兴趣。我也没有别的爱好，我这个能力有限，长得是好看但也不行啊。我是自己那么觉着啊，你们可能也是看惯了我了啊。哼，我还能努力，我还能努力，我还没磨皮呢，我告诉你们。等出字幕的时候，让后期给我加上一人要求磨皮啊。岁数越来越大了啊，可能说书越来越适合我了。为什么呢？就是坐着说。说相声，我跟谦儿哥，我们老哥俩站一个钟头，真是有点累了。说书坐着还行，孩子们现在越来越大了，德云社的这些孩子们，不管是郭麒麟呐、什么小岳呀、张鹤伦呐、烧饼啊、孟鹤堂啊、张云雷啊，这一批也都成长起来了，到处能商演，能养活自己，能指着相声养家糊口了，我觉得就挺踏实，挺好啊。这个看见孩子们这样的，我就心里觉得很欣慰，说明这行还是能干啊。我老说，我说一定得让这孩子们干这个吃上饭。好家伙，你是说三天相声饿得牙都干了，那就没人来这个了，是吧？但是说书还是有难度，还是有难度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故事，这故事实话实说啊，我再说一年我也能说啊，但是就是良心上过不去。好多人在这个微博上还私信我，我们要听济公传，我们要听丑娘娘，要听西游记，不许挖坑，如何如何，我都给他们屏蔽了啊。这个不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啊。但其实对说书来说啊，最要紧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说什么你都得觉得好玩，这就是能力问题。好厨子给颗白菜都能做出山珍海味的味儿来，人厨师们比赛就是嘛，说你说鲍鱼啊、燕窝、鱼翅啊，顶级的食材你做出来了好吃，这不是你的能耐，是东西好。给块豆腐，给颗白菜，一个白菜头，你做完之后大伙儿越吃越爱吃，那是你手艺好。我们学的是手艺，难就难在这儿了啊。闲话少说，你看这就五分钟过去了啊。接演张小乙下南京，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忘了，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不爱跟你们玩，真的，你们净欺负我们这老年人啊！我估计再过些年说书，我这底下得搁几个提词器啊，得告诉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唱歌人净这么干的，我认识好几个那个港台大歌星，够了天王罗汉菩萨身份的那个，好几位台口120个，20个提词器，因为他得从这边走到那头去啊。啊，就是他这摆一个，他不能老蹲着看呢，是吧？啊，跟真事似的这么走，我还不行，我散光。你真摆这么一，我瞧不真着，我这样，那看着观众苦大仇深的是吧？而且相声它都是活的，你给我弄死人谦哥怎么办，是吧？啊，台上摆40个提词器，我们俩开电器铺的这是啊。闲话少说。这闲话就不少了啊，这就不要钱白听啊。其实赶明儿咱们开一栏目就坐着瞎说，一点正味都没有啊。
那个很快就会给封掉的。凭什么不给人书听是吧？接演张小乙下南京，张小乙心说到底还下不下南京了，一上台坐在这儿说六回了。上文书咱们讲到范家大财主深更半夜半夜三更到坟地去解决一个未知的问题，我这一说你们就想起来了吧？还没想起来 啊来俩人给您弄出去啊！我就这么提醒你，你都想不起来啊？你上我这歇着来了这是啊？那肯定是嫌外边热，这屋里有空调啊！你拿我当商场大厅不行？闲话少说，还闲话少说。多好玩啊！其实老先生说书啊，就我们小时候学艺的时候啊，哎，那会儿就是啊，先生说没有是没有说正文的，这一天下来啊，全是闲班儿。大底下听书的，哎呦，那个开心呐！这观众仁义，你知道吗？啊，嗯，闲话少说。午夜风高摇杨柳，中天明月照青松。到坟地了，哎呀，他终于到坟地了，好开心啊！嗯，前面走的这范财主，后边跟着大管家，大管家叫粉盆儿，一前一后，列位，这是个胆子呀！啊，就这个点儿往头里走，你慢说坟地，列位您试试去，你夜里找一高速公路去黑的，你自个儿跟上面走，你试试那逆行道，你自己走一回试试。你是那这多疼是吧？干嘛非得逆行道？其实人呢，这就是一个心气儿问题，这跟打架道理是一样的啊。俩人一大个一小个，这小个一见面就疯了一样，咬牙切齿，眼珠瞪出血来，下去咣给这大个一巴掌，大个傻了，这仗小个就赢了，而且赢一辈子。这一辈子什么时候俩人见着，那什么时候害怕？这叫什么？这叫气势。完全是胆量，当然哗这一下是人家没往心里去，你赶紧跑啊，这让人追着那活活弄死你，就这口气在，一切都不怕。过去不老说吗，男子汉大丈夫，走在这个夜里边，肩头上跟脑瓜顶有东西啊，这脑袋上面有三根蜡，肩膀上两盏灯，也不谁给数的啊。说这男的一出去，呵啊，这又是灯又是就亮哈，自个儿走不害怕。这个东西咱没见过是吧？你要真是跟街上那么走，你自个儿也嘀咕，我慢点走吧，灯别灭了啊。你慢慢往前蹭，黑天半夜，你这谁害怕给你一板砖是吧？那就是这个是胆量问题。那么说今天范财主就算不赖，那咬着牙，但这会儿没办法啊，回是回不去了，往前走，身后啊有声音，脚步声音，知道啊，知道他跟着我呢，但是往前走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一步一步眼瞅着就来到自己家的祖坟这儿啊。哪个是他们家祖坟呢？就是有一窟窿飞进一只鹰去，那是范家的祖坟，最大的一坟头，眼瞅来到这儿，快到这儿了，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心说列祖列宗啊，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怎么现如今这事儿它落到我身上了啊？要不说凡事有因必有果呢？哎，站在这儿心里难受，到这儿不能再走，再走进坟了。那就听到后边有动静，也不知是什么声音，就知道他那儿一劲儿动唤，后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刷啦，叮咣叮咣的。心说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啊？他是蹬自行车来的，是怎么着？咣啷咣啷响啊！想回头又不敢，可是不敢，我这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我老这么站着啊，后边声音越来越大，而且离着自己越来越近，这个声音就能听到喘气的声音，很粗，不是人喘气的声音，飞禽不飞禽，走兽不走兽啊，这玩意儿这瘆得慌。为什么说有的人眼睛有问题了，到医院去之后，大夫说了，哎，正先让他先睁眼能看见，甭管是冲洗之后怎么样，他能看见他就不害怕，就怕这全武生都缠好了，多的英雄也得胆怯，就不知道后边是什么呀。哎呀，声音越来越近，
给人的感觉就是后边站一大老虎，我一回头就得咬我。可这怎么弄呢？这会儿刚半夜，什么时候能天亮啊？哎，我这个正犯愁呢，后边啊就听了咽口水的声音，心说坏了，他饿了，就这点该吃夜宵了呀，对吧？不让我回头，他过来直接咬我，我也受不了啊。后边猛然间啊，又像咳嗽又像咽唾沫，就这么下意识的，老范一昏头，叮铃打一冷战。怎么呢？身后站的这位饭盆啊变了样了。变什么样了？列位，四个字，半人半鹰。这个人呐，跟那猫头鹰啊合二为一了，但是没有完全变好啊。但这脑袋已经变样了，这鼻子嘴挺长了，那尖儿，这手已经变成爪了，身上也有毛了。他纯是个人好看，纯是个鸟也好看，就怕这个鸟人，你知道吗？啊！而且一回头，四目相对，他就这半人半鹰，嗷嗷一声，本来站着呢，就这一下起来了，啪！多高呢？比站着的老范高出一头，飞起来了，啊！就是面对面的，脸冲脸，而且这爪就伸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这抡起来，要是真离过来，啪一下子，哎呀，够疼的，真的。我是没挨过，我琢磨这意思不好受啊。这词儿叫什么呀？千钧一发。就这会儿功夫，有打这坟头后边金光万丈啊。紧跟着腾楞一声窜出一个人来，整站在坟头上边。谁呀？跟老范一被窝睡觉的这位疯老道，小枕头的恩师啊，正好就站在坟头上边，仰天长啸，哈哈哈哈哈哈，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一句话说完了，连人带鸟都愣住了，他都回头看呢，这也回头，鸟也跟着看着啊，就等他下句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哎，没站住，哇，打坟头上面出来下来了。这老道有点没正形啊，紧跟着掐诀念咒，念的什么咒咱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反正大概还有几句，你们记一下，可能你们能遇得上。就是冤亲债主的时候啊，拿手啊掐这个中指底下第二个指节豆啊，掐住了。然后就前两句是阿窝阿波波摩佛波佛佛，他就是这几句，这几句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法不传路耳，那你们学会这个，你们到哪儿给人一念，那非得挨打是吧？因为对方可能是个小学的语文老师啊。掐诀念咒吧，啊，你让我说的太细致，我也说不出来。念完咒之后，就这只鹰，这膀子也不动，就立在了半空中，双眼落泪。眼泪啪嗒啪嗒下来了，老道乐了，走到跟前一伸手，来来来，一伸这胳膊，这大鹰落在这儿了啊！老道拿手呼噜呼噜这毛啊，行了行了行了啊！天下的事儿没有解不了的，一切都有我呢啊！走吧，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啪，一抖手，这鹰一拧翅，起在半空，消失在茫茫夜色。没了。再转过头瞧着老范，老范坐在这儿都傻了啊。哎，怎么着想好的？您什么话？您这是啊啊，没事了啊，你这就好办了，咱们回家吧。他刚才这你就甭管，咱回去说啊，屋里还有一帮人等你呢，走走，跟我走，跟我走。拉着他往外走，就觉得是脚不沾地，说飞不飞，说蹦不蹦，说走不走，说蹭不蹭，反正一会儿的功夫到了。到这儿一瞧呢，家里好心人哪能睡觉啊，都跟这儿等着呢啊。尤其这个饭碗啊，满脸横着泪啊，没想到这么年轻啊人就没有了啊。正说着呢，这儿回来了，嘿，那儿哭什么呢？嘿，又回来了哈、
你这白酝酿感情了。大爷给您道喜，没事吧？啊，这不回来了吗？道爷救了我，上屋去，上屋去。上屋去了，坐在这儿，四个老头也都来了，都没睡觉呢。人命关天，谁舍得睡觉啊？坐在这儿沏上水，老范喝口水。那什么，道爷，您给说说吧，前因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老道乐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你祖宗啊，亏了心了，缺了德了。不管是你父亲还是你爷爷，打着一个做善人的旗号，但实际上他骨子里边有问题。你比如说啊，某年某年你们这儿闹大水了，某年某年你们这儿闹蝗虫了，就类似的事情很多。你们家名义上是照顾老百姓，但是米内掺沙。那米内掺沙呀，说给老百姓啊弄点米吧，米里边掺都是沙子，面里边掺土，反正类似这种事情亏心事很多啊。这个你年纪小，虽然说这些事不是你做的，但是你祖宗缺德了，这些日子跟你们家所闹的这些个都是冤亲债主，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好在你是碰见我了，现在啊这些事儿我解决了，剩下的就得你办。道爷您说需要我做什么做什么。你今年多大了？我去年我41了。好，你还能活41吗？哎呀，人活七十古来稀，不敢奢望啊。你留这么些钱有用吗？那您说怎么办啊？给我啊。不是给您干嘛呀？我把它呀散给老百姓，我替你把这些钱都花了。有句话说，善财难舍，你要能做得到，满天云彩就全散了。列位，这四个字值金子，为什么呢？善财难舍。这一过马路，这个穷人碰见有钱的了啊，您给我200块钱吧，我没吃饭，这200块钱掏出来难受，给不了啊。说明晚上做一梦，梦见来大妖精了，掐死他。来法师说这事儿10万块钱给你了，10万块钱他愿意花，但你说捐200干不了。善财难舍，这是人的通病。也没有一个人说活到300岁200岁，100出头的咱们见过，有点一般人就是这几十年，真是到闭眼那天两手攥空拳，就是这把指甲是你的，但是你活的时候你跟他说没有人舍得。所以说这很多事情很难讲啊，那这个话题就扯远了啊。因为这个定远线的事不能撑的时间太长啊，我是愿意把书说得快一点，让大伙多听点东西。这孩子不听话啊。啊，简短结束，打这儿起这老范真行啊，可以说是家财散尽。到后来此地提他都说是真正的大善人，那是后话了，不在咱们故事当中啊。说说笑笑，次日天也就亮了，不能老跟这儿待着了，告别了老范全家，这几位收拾收拾奔哪儿啊？下一站南京。我们的故事叫张小乙下南京，终于到南京了。南京啊，都去过吧？没有。你说你们天天就在这儿听书，你们都不出去转转吗？啊，十朝天子地，南京，当年孙权管这叫建业，就坐在了南京啊。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这儿叫应天府，到清朝叫江宁府啊。咱不说这个历史，这个历史信是说拿两集也说不完。那反正南京是个好地方，当年我录节目时候我就经常去南京，那会儿做非常了得，做什么呢？我也挺喜欢吃南京的各种小吃什么的啊，但是南京粉丝也挺热情。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年在南京商演的时候，就是还没演呢，晚上演出嘛，傍晚的时候呢，然后到体育馆去，体育馆门口就碰见一个热心的南京粉丝，这大爷得50来岁，你是郭德纲？吓我一跳。我说是我，哎呀，就喜欢听你讲的相声啊，这我可不可以给你照张相？这个很正常啊。我说好，跟您照相吧。我站好等着，大爷站在街上就脱裤子，吓我一跳啊。我心说南京粉丝太热情了，大爷您要干嘛？就你别管，哇，这就解裤子，解皮带，脱裤子。他那手机啊，他拴了一个套，然后这在裤子里边搁着，
啊，有根绳子拴着，他这脱了裤子从里边掏手机出来，然后这才照。哎呀，这热情的有点过分啊，手机有味道啊，有味道。所以说我对南京特别有好感，但也有人说了，说南京啊烟粉气太浓，所以很多朝代在那儿待的时间并不长啊。这个话扯远了啊。那么说出离了定远县，张小乙连人在妖精在鬼这一堆人，这一天就来在了南京。进了南京的城门呐，四个老头啊很感慨，哎呀，可到了呀，啊，梦里边多少次到这儿来，万没想到我们能活着到这儿。这一路上妖魔鬼怪遇见无计其数啊，哎呀，到这儿来了心旷神怡。有这里边那三爷，三爷是念书人呐，啊，感慨非常，哎，顺口就说了一句诗：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看斜阳落下去，地不老，天不荒。我大概是那个意思啊，老头是没唱出来啊，说了这么几句，大伙儿都鼓掌。哎呀，好啊，好啊，好，大才子，大才子。嗯，哪儿就好了，就是感慨一下，由打北京城出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终于到了南京了啊！这一次行了，张小乙压低的声音：“大奶奶，大奶奶，身上带的那块黑布都记着吧？那大奶奶附体儿在这黑布上，大奶奶，咱们可到了。这一路上不辱使命啊！您交代我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们这一道上真是起死回生，可以说是好几回要死没死了，现在终于到了南京了，您要抖擞精神，咱们得报仇了。大奶奶点点头啊，啊，我谢谢你们，连老带少的都不容易啊。那么咱们先问一问他住在哪儿。三言两语您能听明白这个故事的起因，就朝里边和硕正亲王三公子叫端华，端华娶妻是谁呢？武英殿大学士李书昌的闺女，其实是干闺女。前面说咱们都细致说过啊，啊，这个大奶奶小名叫云芳，但嫁过来之后呢，由于这个端芳后来啊，纳了一个妾在南京，啊，叫海棠花，这都记着吧？海棠花挑子的，所以说端芳回来啊，回来就把这个大奶奶杀了，死尸陈列在棺材里边。到后来才有张小乙夜宿皮裤胡同，这时间太长了，这我就不往回倒了，要往回倒的话这个你们还得回去听去啊。所以说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大奶奶报仇，找这位郑公子。那么来就要先问问郑公子这府在哪儿。好找这个东西，你说到那儿找一个找南京说相声的不好找是吧？你找这么大一身份的和硕正亲王这三公子，那没有不知道，一说就知道哦，在哪个哪个大街如何如何，往哪边去，您问那儿问去吧，好吧。啊，顺着胡同就来了，走街过巷，眼瞅着面前出现一个深宅大院，突然间这几个人就觉着不舒服。怎么不舒服？恶心。张小乙也觉着恶心，不行，要吐。四个老头也要吐。小乙说这有问题，为什么呢？你要说四个老头要吐有情可原，岁数大，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吃的不丁的，没睡好，上火了都行，我不应该啊，而且我们都那什么，这个是个问题，先找客栈吧。好嘞好嘞好嘞。这拐个弯出来，这边有一客栈啊，到这儿了，伙计迎出来了啊，住店住店住店，耗好了房子，这才进来，聚在一个大屋子里边说这事儿。张小乙说我恶心，四个老头说是要吐，我们这感觉就是妊娠期反应，就跟这五个人生过孩子似的啊，难受啊。枕头呢，枕头说我没事，他当然没事，他是个妖精啊，我没事。又问大奶奶您呢，大奶奶说我不恶心，他是鬼的，恶心什么呀，我没事儿，但是就一样，快到他的府我看不见，只觉眼前迷蒙蒙一片，看不见。
张小乙一抖了手，坏了，怎么呢？鬼都瞎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报仇了，这趟子当是旅游了啊。说为什么不知道，必有原因啊。那行，那先住下来吧，住下来打听打听吧。好吧，这儿住下来了，吃吧。南京小吃也多啊，什么这个鸭油烧饼啦，鸭血粉丝汤啦，什么糖玉苗啦，阳春面，我就不细致说了啊，因为我善于说吃的这类东西。曾经好几次有几个同行的朋友，影视圈的朋友说，我们晚上听你相声，本来想听段相声睡觉了，你在节目里边啊，你说各种吃的，你说的太细致了，我们都坐起来了啊。结果每个人就吃点东西睡觉，你坑人不坑人的啊。有善于描绘这个啊，反正就吃吧，各种小吃，吃饱了喝足了，小乙出去打探一下啊，问问别人说这儿在家不在家了，什么郑家这公子如何如何了呢？问了一圈，这一问还真是，说郑公子这些日子不在家，干嘛去了呢？这个去贵州给这个夜郎国呀送南国去了啊。夜郎国都知道啊，咱们有一词儿夜郎自大，是有这地儿啊。汉武帝那会儿咱们就跟夜郎国那儿也通过来往的书吏啊，通过来往的公使什么的啊。就这会儿呢也是，据说有一小夜郎国啊，也可估计现在估计也就是一个小部落吧。当然那会儿来说，从朝廷的角度出发也是安抚四边啊，派出相应的官员去了。说那个地儿啊，人家夜郎国那儿小国王说了，我们这儿都挺好，就是没有南瓜，所以说这个郑公子给送南瓜去了啊，确实是没在。什么时候走呢？走了些日子了，那会儿打南京要是到贵州那边可不近了，没回来。哦，说也快了，快那等几天吧，这儿回来了，咱们得多住些日子了，没在，送南瓜去了。这什么官儿负责送南瓜去了？不是朝廷上去的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过去竟有这个，比如说各国催贡，所谓催贡就是周边这些小国啊，三年进贡两年进贡的往大清里送东西，一瞧你这两年没送东西了，打破个官去吧，催贡去吧，就是问你怎么没送好东西来啊，你答应我们那个冰棍呢是吧，答应我们那麻辣烫子都哪儿去了，就类似这个东西吧。哎，但这个官一般都是有点身份或者跟皇上沾亲本家，就这类人去。所以说像这个夜郎国送南国这活呢，就得类似哎三公子这样的人。那么简短结束，几个人商量完了，说那已经都来了是吧，反正也不差这个了，事儿没办完咱们也不能走，晚上咱们可以到秦淮河画舫上去玩耍玩耍。我不知您哪位了解这个啊，有一个名词秦淮八艳，都知道吧。哎，秦淮河这有八个讨厌的人。秦淮河呀是横穿南京的一个河，穿过南京进长江，秦淮河横穿南京，在这秦淮河的两边那大买卖家多了，大买卖小买卖摆摊的，什么变脸的，说相声的，烤串的，反正挺热闹吧。你比如说朱元璋坐南京的时候要求元宵节把这个秦淮河两岸要点万盏的明灯啊，与民同乐，反正很热闹。所以说明朝和清朝秦淮河的两岸那是热闹都不行了。秦淮八艳呢，就是秦淮河这儿呢有八个大美女啊，这个八个人我想想都谁啊，柳如是、董小宛啊，陈圆圆、岳云鹏、孟鹤堂、张云雷、于谦一人盯俩啊。反正我这么一说你们这么一听就得了呗啊。啊，有才子有佳人，秦淮河两面莺莺燕燕，多少个历史上闻名的明清的大才子都以在这儿读书为荣啊。嗯，挺好。那么说有画舫，就是有船啊，船上呢有美女弹唱歌舞，然后这儿呢还能做饭，花多少银子包一条画舫，在这个秦淮河上来回这么一玩，这是当年有钱的人啊，或者是这些个念书的这些个才子们最爱做的一种消遣。
张小乙说咱们要不要去啊，二爷站起来了，要啊，对吧，有句老话说得好，哪句啊，为人不去秦淮河上看一看，这辈子白活。您这叫什么老话啊，不是，是得去啊。啊，早就听说了，说这个有这个秦淮河两岸佳丽很多，而且画舫上弹唱歌舞，咱们得去热闹热闹啊，那走吧，去吧。也吃完饭了，扶老携幼又打这儿出来奔秦淮河。到这儿呢天也黑了，秦淮河两岸灯光璀璨，游人如织，都是人，哎呀，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啊，都很热闹吧。大伙儿脑补一下，你觉得什么样好看就什么样好看，哎，高兴也雇了一条船。划船的这说，反正您几位啊有原因，第一是你们来的晚点了啊，第二来说呢就是您几位又不愿意花大钱，所以说我们这船是就凑合来，也算是玩了一回秦淮河了。好吧，上来了，这儿也坐着这么四个秦淮河上的姑娘啊，一个49的，一个51的啊，还有一对双胞胎，双胞胎都是50啊。划船这大爷呢62啊，说挺好啊，这四个老头倒不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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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看着比我们可嫩多了啊，那是这四个70了，都快90了啊，挺好。坐在那儿吧，说我们这船上也没有厨子啊，给熬了盘豆腐，拌了盘豆腐啊，别得吃不了了。坐在这儿了，张小乙也坐在这儿啊，陪四个老头聊天，小枕头趴在这个栏杆边上，船边上往下看啊，一个是看看水，一个是看看远处的景，看看别处的画舫，看着看着，哎呦喂，小孩喊了一声哎呦喂，张小乙过来了，怎么了儿子，坏了我的干爹，怎么了，掉了，什么掉了，我那鸡掉了。前文书你们都知道哈，他师父给了他这么一个木头的鸡啊，一直挂在身上防身的宝贝，我那鸡掉了啊，掉哪儿了，就刚才我趴在这儿，我不怎么着就栏杆没弄好，一别着掉下去了，这不要了命，你们谁给我捞啊，谁给你捞啊，啊，船上那四个老太太加上划船这爷爷，还有他们带来的四个祖宗啊，哪个是能下水的啊。张小乙说，你看你不小心啊，不是我没想到，你说的都没用啊，问题眼睁这没了，没了就没了吧，是不是啊，反正它是木头的，是不是能飘上来，没有，我一看就下去了，神经，这怎么的，哎，不哭不哭，那怎么办呢，是吧，得了，这船跟着秦淮河上兜了一大圈，玩了会儿啊，玩了会儿，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啊！四个老太太搀着四个老头，慢点啊，慢点，常来啊，挺好啊。这是一个临终关怀的这么一个船，搀下来了，四个老头，你扶我扶你，行了，这回行了，开了荤了，咱们艳福不浅啊，挺开心。回来吧，往客栈走，这个小枕头的嘴撅的呀。掉了，我小鸡鸡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张小乙说：“那怨谁啊？你自己的事儿啊！啊，得了，哪天见你师傅再说。我怕我师傅知道回来打我骂我，这可怎么好？哎，不会不会不会啊！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到客栈了。这儿回来，四老头坐在这儿啊，沏上茶喝着聊天。好，今儿可没白来呀！啊，这小姐四个还小姐四个呢。”不来呆呀啊，聊天品头论足啊，小乙也坐在这儿就听着乐，旁边坐着枕头撅着嘴啊，心情不美丽啊。就这会儿功夫有人敲门，那个小乙哥在吗？张小乙就是一愣，怎么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怎么会有人喊我呢？站起来了，哪位呀，说话倒切近了，一拉这门，面前站着一翩翩公子，一愣，哎，哎呦，是您呐，快进来快进来，
嚷进来了。谁呀？真是个老熟人。前文书咱们讲过，有一个运河小龙王，还记得吧？哎，运河小龙王，小伙子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当然这是化身，他真现了原形的那也不老好看着啊，大犄角大尾巴猴腥气的啊，就跟带鱼似的啊。这样呢变成人形了，嘿，穿着白缎子纹身公子襟，头戴着纹身公子氅，手拿着扇子，文质彬彬，一步三摇啊。小乙哥到南京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个龙哥，嗯，也不知喊着什么呀，龙哥啊，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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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这儿一拱手，四位老人家，意向可好？四个老头，好，好，好，哎呀，这阿龙啊，这谁给起外号啊？嗯，你来晚了，刚才我们出去开荤，别说了，行了。别说了啊！哎呀，我们今儿可是见了秦淮佳丽了啊！张小乙一劲拦着，行了，您别说，别说，别说了，别说了啊！小龙王乐了啊！我知道，我刚才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啊！我是上这儿来串门啊！我到秦淮河这儿，秦淮河的水神他那儿子跟我是好朋友，我上他这儿呢来串门来啊！我看见了。刚才在这个画房里边，四位老人家跟四个大妈卿卿我我的是吧，还是挺好的啊。四个老头得到了认可啊，这才一回头瞧见枕头，小恩公，说了声小恩公。为什么叫恩公呢？前文书咱们介绍过，是他救的小龙王，所以叫恩公。小恩公为何面带不悦呀？就是你怎么不高兴啊？还撅着嘴，怎么了？小鸡鸡丢了。好，别着急啊，我给你一个。说什么给你一个啊？小孩眼睛都亮了。不要大的，没有，没有大的，没有大啊。你来看，一翻手，就是他掉的那个木头鸡。嗯。哎，怎么会在你这儿呢？一把抓过来了。你想啊，他在船边玩掉下来，人家跟水底下呢，底下是秦淮河那个水神那个庙那个洞府，人家这瞧见掉下来了，而且这东西一入水金光灿烂的，一把就抓在手里边，所以知道他们特意找到这儿来啊。我瞧见了啊，给你这接过来。哎呦，以后你不能管我叫恩公了啊，你我得管你叫恩公。太棒了，哎呦，又回来了，太好了啊！你们看看，我又有了，又有了啊，又有了，嗯，高兴啊。小乙哥，龙哥啊，俩人不怎么个称呼啊？龙哥，你们终于到南京了啊？是我们到南京了，嗯，那个大仇眼瞅着就要报了啊！是这，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要不然的话，千里迢迢的干嘛？带着他来呢，说话客气，人家没说干嘛带着鬼来呢啊？干嘛带着他来呢啊？是是是啊，这没法瞒您啊，您都知道，我都知道啊，挺好。但有一件，我得提醒一下，郑家这公子其实倒是无所谓啊，关键这海棠花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无外乎是此地想当初一个名妓呀，你们错了。普通的一个烟花女子，她不会作这么大的妖。等你们见着这位公子，你就知道了，已经没有人样了。啊，我也不怕泄露天机，我现在就明告诉你们，就这个海棠花，她可不是人。对呀，她心狠手辣，不，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啊。他乃是500年得道一个金头蜈蚣，他是附在了海棠花的身上。现如今你们要找的这位三公子其实已经是他的人骨啊。为什么你们来看他那个斧子周围你们觉得恶心呢？就是蜈蚣的毒，所以你们不得接近。
哦，原来如此，那怎么办呢？我来就是为报恩来的啊，送你个东西。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这袖团里掏出一个玩意儿来，拿手一抖，啪啦啦掉在地上了。这东西落了地上，嘟嘟嘟转，站住了，张嘴说话：“张小乙。”叫人蛇啊，看着比原来精神多了，手里拿着一个小铁勺啊。怎么呢？他不是收服缺眼怪了吗？这成他那兵刃了，拿一炒勺啊！但是他得找到真正的张小乙，因为当初神仙说了，你叫他，他答应，然后你之前这些东西全能解开了，能好好的修炼，日后呢你就不用做妖精了。所以说他很执着啊，就一直跟着张小乙他们下来。半路途中遇见小龙王了，小龙王说：“怎么那么不要脸又来了？”啊，跪在地上嘣嘣的磕头，把自个儿事一说。啊，小龙王说：“那行，要既然如此，改邪归正，我收了你，带你去南京见张小乙。你帮他们把妖除了之后，我许你紫金山修炼已成正果。”这么着带着叫人蛇来的啊，这儿来了，往地一站，拿他的勺啊，张小乙。张小乙一瞧，怎么还没死啊？这不要脸的怎么又跟来了呢？啊，小龙王乐了，这个事儿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这么一说听明白了吗？哦，那行了，那我算明白了啊。我们怎么谢您？哎，不用谢我，咱们是有交情，我这是个典故，我这叫千里送鸡毛，礼轻情意重啊。我估计这小龙啊也没怎么念过书，怎么呢？他送这木头鸡，他说是千里送鸡毛，反正这是个典故，千里送鹅毛嘛，礼轻情意重，就是想当初唐朝那会儿，缅甸王得了一只啊大天鹅，说这个给皇上送去吧，派自己的伯父，缅甸王的伯父缅伯高，名字叫高，缅伯高，你去吧。好，这一道上拿这天鹅当宝贝了，得给唐王送去啊。走的这个地儿叫缅阳，太脏了，就到河里边去洗一洗，说这叫浴鹅，洗浴嘛，给这鹅一洗，好家伙，天鹅见了水能不走吗？洗吧洗吧，站起来就飞了。这上去一抓，就抓住一根鹅毛，啊，哎呦，哭了都不行了。缅伯高说：“我这没法去啊，进无法对唐天子，退无法对缅王，我死这儿吧。”大伙拦着：“不用不用不用，咱们去再说吧。”到了这个长安城，面见唐王，说：“这个缅甸派人送礼物来了。”唐王说：“好啊，好开心呐、啊，是吧？送的什么啊？好啊，来吧。”皇上也高兴，这儿送上来，打开包袱，一根鹅毛。唐王说：“这玩笑我是吧？你们这拿我开心吗？这不是？”缅伯说：“不是，啊，说这个，说这里边有一个典故，啊，说的什么？说的就是这个，啊，说这个缅王蒋鹅共唐朝，山高水险路途遥，缅阳玉鹅李失去，缅伯跪地痛哭嚎，上表启奏唐天子，望饶使臣缅伯高，虽然礼轻情意重，不辞千里赠鹅毛。啊”小典故，他就叫千里赠鹅毛啊，他把这改了，我是千里赠鸡毛啊。啊，这一说大伙都挺高兴，说那怎么办？不要紧的，小乙，晚上你一会儿啊，夜至三更，夜深人静，你带着叫人蛇，你带着他去一趟那个府，三公子府门以外，你让他叫啊，他先喊一气儿，然后呢等什么时候说你们能够遇到了这位三公子啊，让他再喊一句，喊他的名字，他只要答应了进府就没问题了，好不好？哦，那行，那我们谢谢您吧。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得走，你们这儿来串门的来了。好，列位回见回见。说声回见，眼前金光一道，小龙王就没了。大伙说没了上哪儿去了？还说来人了，瞧瞧吧。连老带少都奔门口，开开门看，门外没人，再一回头，屋里坐一疯老道。啊，疯老道手里团这叫人蛇啊，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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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蛇吐了都不行了啊，啊，那谁受得了啊？
他手里就玩啊，玩的可开心了啊，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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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枕头过来了，师傅您来了。好，我来，来半天了。那个小长虫来的时候我就在，他管人小龙王叫小长虫啊，小长虫来的时候我就在。哎呦，您快坐喝水。这都进来了，几个人打招呼说闲话呗啊，这都说完了。说这个您来有什么用啊，啊是给我们有什么安排吗，有什么计策吗，知道您没事不露面，是来这你先收着啊。这儿接过来把这叫人蛇揣在张小乙兜里边，就听这里边为什么呢，弄得有点恶心啊。一伸手风老道掏出一碗来搁在桌子上啊，在身上摸，摸出一张符来，一张黄纸啊，拿手纹着啊，我随便写吧啊。写完之后把这张符放在碗里头，小乙伸手，小乙伸手，这儿攥着张小乙的手啊，掐住了啊，把食指拉过来搁到自己嘴里边，靠啊，就咬这食指一下就咬破了啊，挤往这碗里边挤，挤这血，一会儿的功夫满满一碗、嗯、啊啊嗯，拿手一抹这手伤口没了啊。小姨怎么样，什么意思呀，哪儿呢，我这好家这儿就能出这么些个血啊。哎，没事没事，你们来一定得成功，这张符是保护你们的啊。好了，该四个老头来了，四个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们这岁数没这么些个血啊，能有这么一碗尿就不容易啊。那好吧啊，记住了啊，关键时刻你们只要能尿出来就能活命，好不好。枕头过来了，师傅该我了。哎，敲麦皮没用啊。怎么呢，他是个枕头啊，弄破了出了荞麦皮啊，荞麦皮没用啊。行了，这个该准备的就准备差不多了啊。那个枕头，把你那小鸡鸡给我。哎，掏出来了木头那个给您拿过来了，跟着这鸡膀子在这个血碗里边霍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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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扔在这儿了，就觉着隐隐的放金光。还有一个什么呀，鸡给我啊啊啊，什么啊，你忘了路过徐州的时候剪纸那不给你张纸的那个吗，哦，吓死我了。师傅您说话不能那么大喘气啊，啊还记得吧，徐州的时候剪纸啊，那大公鸡跟那狗啊，那大公鸡也是剪的，在这身上掏出来了，接过来打开摊在手上，这手抹着血往上抹啊，一会儿的功夫这只鸡鼓起来了，一大一小两只鸡鼓起来了，血也用干净了，摆在这儿。嗯，徒弟师傅这两只鸡随身携带啊，师傅给你贺号，以后就封你是鸡鸡大仙。师傅不好听，鸡鸡小仙，你别对付，别对付，大鸡小鸡仙，凡是叫鸡鸡仙，好吧？以后走到江湖上。碰到妖魔鬼怪，你拍胸脯，你说你是鸡鸡仙，他就跑了。那是，现在他肯定比我还得害臊啊！你这缺德玩意儿，你不听话，你知道吗？这叫什么？咱们回来再说吧啊！带在身边，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嘞，把这收起来啊。那个小乙，哎，师傅，天可不早了，带着那个叫人蛇去一趟吧啊！让他上那个府门外先喊两嗓子去啊，让他大点声喊，完事回来睡觉，明天这该死的三公子也该回来了啊。走到街上的时候在他后头让叫人蛇再喊他一声，他只要答应你们这事儿
就成了一半了。好好好，晚上安顿四个老头睡觉，疯老道也没了啊。张小乙一个人带着叫人蛇出来了啊，他在前面走，后边这拧子拧子的啊，拿一个小铁勺跟着啊。夜里边没人了啊，都睡觉，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娱乐生活，眼瞅着就到了这宅子这儿了。那真是说下面句话，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说的就是这个啊。而且就是一股子黑雾笼罩这个大宅子，到这儿了，一人一蛇并肩站着啊，就是这儿啊，你再看他这个啊，好，喊，救命啊！啥你喊救命？我不会喊别的啊，你不喊别喊救命，你连累我你啊！我不知道喊什么呀，你就随便说点别的吧啊，反正你喊把这喊开了就行了，行，开啦，开啦，开啦！你还别说。喊这几声，眼瞅着府外边就这些个雾啊云彩啊逐渐的散去了。但是他挺缺德，怎么呢？因为挨着跟前啊有几家啊，人家这个坐着水呢啊，晚上睡觉炉子风上坐着水，他一喊开了，好几家都起来了啊，哪开了没影的事吗啊，这儿喊完了，俩人回去睡觉，转天还得盯着，说转天就这位三公子又打夜郎国回来了，回来了吗？还真回来了啊，到夜郎国那儿据说也很愉快啊，给送的这个南瓜啊，送的南瓜，送的这个当地没有的东西，夜郎国国王很开心啊，这个好啊，我们这就什么都有啊，冬瓜西瓜北瓜都有，就是没有南瓜啊，太棒了太棒了，很开心啊，这个以后常来常往吧，反正简单客气客气吧，这都完事儿了，这往回翻，到这儿，好家伙，走到街上，那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前面有对子马开道，后边亲兵跟着，啊，这主坐在马上，三公子，啊，撇着辣嘴的，小脸蜡渣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这骑着马往前走，两旁边的老百姓都轰到两边去了，不让看，啊，轰到两边，在后边人群里边。站着张小乙，站着叫人蛇，啊，叫人蛇呢，藏在小乙这个衣服里边，透过这领子露一脑袋，啊，看，打着一过，叫人蛇喊了：“三公子！”三公子坐在马上，啊，没底气啊，喊了声啊，回头看，没看见谁，两旁边这些个亲兵护卫，去，老百姓往后站，三公子过来了，快点！这谁的车爆发呢？快去！快，这谁家孩子摔死？快点走！太跋扈了啊！大队人马回了府了，这边也回了客栈了。行了，天时地利人和齐了，那么咱们怎么？咱们得去府里边。临走的时候啊，封老道师傅说了，让咱们贾充啊，北京来的亲戚啊，说要见一见。三公子说有四个长辈当年看他长起来的啊，到那儿去他准行。四个长辈说那咱们是什么长辈，说那谁知道啊，是吧，只要冲进去就行了。好，张小乙把脖子上这块黑布紧了又紧啊，大奶奶天可不早了啊，咱们千山万水为的就是这一刻，这回行了，咱们走。走，几个人就打客栈出来赶奔这府，到门口一说北京来人了，尤其是来了四位长辈啊，这个千山万水想看一看三公子，是家里人啊，说这个四位长辈是怎么称呼，好，这四位长辈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啊，好，我们抓去，我抓去，让进去吧啊，他也不是说这岁数太大，关键是没有准词儿。进去一报，三公子说家有四个长辈，没有印象啊，请进来吧，说了一声请，又打外边大管家带着各位就进来了，直接就来在了待客厅。这待客厅大，跟这棚一边大，巨大无比，正当中坐这位三公子啊，手里端着杯里边什么人参汤，
老得喝这得补着呀啊，端着杯这正坐着呢，又打底下四个老头上来了啊，哎呦都长那么大了，哎呦跟小时候不一样啦，哎呦我可想你呀、四个人做戏做得足啊。三公子很诧异，站起来了，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书香门第，那个身份何说正亲王啊，家里边有身份，站起来了。想了半天下不去嘴，那意思这四位谁呀、我这个，哎呦你看看你呀，一会儿你小时候还在我胳膊上撒过尿呢，你都忘了吧，你还记得吗？那谁记得呀啊，我是哎呀这个没想到的事情啊。四位老人家很硬朗，是啊，昨天我们还上秦淮河呢。张小乙心说你跟他说那个干嘛呀，哎呀这个来，四位老人家快坐坐下，有话跟公子慢慢的说。公子也糊涂了，那坐坐先坐去吧，这儿坐下了。四老头尤其这二爷，那个侄媳妇呢，请出来见见吧。按说不合礼数，怎么呢，这个没法见人家内眷，这位三公子也是死催的啊，好应该啊，四位老人家见一见啊，来呀请你家大奶奶，说声请大奶奶，又打后边环佩叮当，就说这人身上啊带着什么铃铛啊九连环啊各种的珠宝玉器啊，嘚儿当踏的，令他令令他令他出来唱快板了，这是啊，你给我打后边，这个海棠花出来了，往这儿一站，别人不知道，小枕头一提鼻子，同行是冤家，怎么呢，有味儿，为什么，他是妖精，眼就直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海棠花，就这会儿功夫，由打底下上来一厨子，这厨子端着一盘，盘里边有几样时兴的蜜饯和瓜果啊，端着往上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张小乙觉得自个儿身上这块黑布一紧，就知道大奶奶要动手了啊！眼瞅着一股子黑烟就扑在了厨子身上，这厨子眼珠子都红了。在这果盘边上有一把刀，这把刀就在他右手这儿，到这儿一伸手，啪，把刀抄出来的，手里果盘一扔，拿起来就奔三公子来了，都没人明白过来，就这一刀还。整扎在三公子胸口这儿，嗷嗷一声，死尸栽倒在地。再一回头，小枕头过来了，伸手把这刀拔出来，直接的奔海棠花就来了。妖孽！海棠花愣了，你叫我，你叫你。你是看穿了我，你还是报名？啊，咱俩都是妖孽。咱们来吧，说了声来吧，电不灵腰往上就扑，这海棠花往下一错身，紧跟着一现原形，好家伙，列位比我大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是妖精啊，哎呦可这屋子半拉厅大，金头蜈蚣往上一冲，俩妖精就打起来了，就这会儿功夫，要是凭能耐说枕头打不过人家，为什么，修行不够，好在身上有俩鸡鸡啊，往上一扑，那句老话叫说时迟那时快，有打身上这两只鸡呀、嗷嗷一声，噌楞楞楞飞出来一抿翅，列位什么东西都是有天敌的呀，两只鸡往上一窜，直接奔着金头蜈蚣两下一刀，满屋的黑烟，这大蜈蚣咣当就躺在地上了，紧跟着金鸡敏翅连叫数声，就眼瞅着这个屋子里边这个府里边喘气儿都痛快了，再回头瞧里边这院里边有人有鬼有妖精，为什么呢，您想啊，这个奶奶是个妖精，她用的这些人也竟是蝎子呀蜈蚣啊五毒之物，呼，这俩鸡可吃饱了，这儿先那儿先这儿先那儿先啊，简短接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些妖全都灭了，趁着这会儿功夫几个人赶紧往外跑，回哪儿啊，回客栈，一进客栈大奶奶现身了，那个我得谢谢几位恩公，因为我不能再跟你们聊天了，阴曹地府接我来了，转世轮回的机会到了，小乙哥赶快回京啊，那个嫂子等您时间太长了，我此一去如若有幸，我愿意
投胎在您家里边，下一世做您的儿女，好好报答这份情谊。说完之后磕了仨头，这人影就没有了。张小乙说，咱们别跟这儿待着，不管怎么说那会儿连人带妖精死得够瞧的了，真连累咱们没法弄，咱们走吧。好啊，几个人收拾东西站起来要回北京。站在门口，二爷问了，咱们要不要再去趟秦淮河呀？西湖岸边有一棵大柳树，柳树下站着一人，你父母都没了给你送去，他能不能接你，接了你之后能不能对你好，不知道。李伟也哭，那能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万般无奈去杭州。舅妈心里边就有意见，就觉得这不行。哦，现在你们死了把孩子送这儿来了，那来来吧。啊，钱呢？买书了。你呀，哼，李伟瞧瞧这娘俩，眼泪都快下来了，心说我比你们强不了多少啊！啊，一分钱不要紧，三条人命，大爷，我求您了。更多相声音频下载，请百度搜索捧逗网。